十年了，下山日期已到，爷爷，我回来了。 一直人心，续到我送你走人，这也没有内伤呀，怎么连脉象都没有？你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我给你安排的亲事，对方可是慕容家最年轻的慕容允，你赶紧给我回来！ 好，好，好，星爷就在回来的路上，先挂了，爷爷。怎么又是慕容家的人？不行，我要嫁的是阿景，得赶紧回去退婚。还挺帅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洗个澡，换个衣服去瞧瞧。 M19N6230 重启。能遇到一束光在前方。 变态，敢吃我便宜，小心我占你半身不遂！23岁，乔氏集团董事长乔峰孙正，乔峰孙正，40年前的血脉小宗族第一世。你看什么呀？看哪儿呢？赶紧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 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今天我有急事，就先放过你。下次再让我看到你，我就小心点。喂，什么？爷爷去世了？姐，新闻报道有外星人哎。 爷爷怎么会突然离世？可是其中竟有蹊跷。乔氏兴果然是天生的天煞凶命，12岁害死自己的养父，被送到华阳山上10年，这刚下山又害死乔老爷子。哎呦，乔老爷子生前吩咐，要把他的财产全部分割，当着死者的面分遗产，这乔家人可真有意思。乔婉。 你分得30%股份和27套别墅，吉恩，你分得30%股份和35套别墅。小星，这是爷爷留给你的，你看看有多少财产？居然是块石头！ 我就说爷爷不可能老糊涂，怎么会给一个养女留财产？爷爷怎么让我当了他的灵堂？来，收好啊！赵振兴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你疯了！来人！ 姐，你不在小孩，放开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出去！你们敢？放给我！分不到财产就发疯是吧？真是你妈生没妈养的，也配脏！要不我手就把眼狼。他们怎么出去？他说这么正气干什么？是不是因为爷爷是被你们谋害致死，后找了证据？乔振兴疯了，快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！会找到证据的。杀手都安排好了吗？当然，今晚乔之心必死。
谁让爷爷居然把一半的遗产留给一个养女，可别怪我们太狠心啊。先生，您不是回去了吗？飞碟在运行中撞上了行星，我恐怕得再以你私生子的身份留在地球寻找飞碟了，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又要待六百年。40年前如果没有先生您，慕容家哪有今天的成就。先生您选择慕容家是慕容家的荣幸。说起40年前，我曾许诺过乔峰一桩心愿，现如今看他已经离世，我也该去履行当初许下的承诺了。爷爷为什么让我大闹灵堂？纸条是他们故意的，就是为了营造出我疯了的假象，然后把我送进精神病院，杀人灭口。太高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能看见我？你能看见我？你又不是鬼，我怎么就看不见你啊？奇怪，什么奇怪？赶紧走！站住！你害怕吗？不怕。他就可以说。就算是男人，我也不会笑话你的。女人也可以示弱，我不会笑话你的。这种事交给我吧。哇，你这么厉害啊！说吧，想要什么报酬？那我应该要什么？只要我有的都给你。那就以身相许吧。居然让他给偷了。不过我们发现了这个。一个破石头也能糊弄我。我现在立马追查他的行踪，杀了他。不用，你们奶奶去世前把慕容景和乔之星订婚约。明天就是他们已婚和慕容景他们周年庆的日子。我不相信乔之星不出现。是啊，乔之星这个贱人从小就爱黏着景哥哥。明天他必死。慕容景的小叔是慕容云，也就是慕容泉最疼爱的私生子，他也会来。慕容云手握慕容集团的大权，正好这次借此机会再来合作。出去吧。啊。奇怪，是做噩梦了吗？是哪儿？
醒了就乖乖待着，别到处乱窜。再乱动，废了你的手。这是哪里啊？我昨天晚上不是被捅了吗？怎么？别废话了，爷爷是不是给你定的亲事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慕容允。你就是慕容允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以嫁到慕容家，但不会嫁给你。乔小姐不是昨夜还答应我以身相许的吗？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答应。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？因为……星星啊，你是不是喜欢你景哥哥呀？嗯。那奶奶就给你们两个定个娃娃亲。嗯。爷爷真是，明知道我喜欢的是景哥哥，却让我嫁给慕容允，这让我怎么跟他解释啊？总之我就是不能答应你。随便，定亲的事只有你爷爷和我知道，如今他过世，你当没听到好了。好。先生，我忘了告诉你，明天除了参与慕容家的周年庆，还有商谈小景与乔家大小姐乔之星的婚事。干嘛？乔之星，你不想嫁给我，原来是想嫁给慕容景那个毛头小子。毛头小子，我看你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慕容家的旁支吧，敢这么称呼你们家嫡长孙？你以为嫁给慕容景那个毛头小子就能摆脱乔家的追杀？慕容景他有野心没实力，根本 hold 不住。你不准这么说阿景，他可比你强多了。好，明天乔家人也会在场，既然慕容景哭，现在就把陨石还给我，你爱嫁给谁嫁给谁，我们互不相干。好。陨石不见了，一定是昨天晚上。只有靠陨心才能解了飞燕，而陨心跟上他的血，只有他才能感觉到陨心，激发陨力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务必给我找到陨石。凭什么听你的呀？那是我的东西。那是我交给你爷爷保管的东西，该物归原主的时候，你弄丢了它。我知道了。我可以给你找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说吧。给我准备一件礼服。你让我给你准备礼服，去见慕容景。乔之星精神不正常，有私生活混乱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，是你干的吗？慕容家不是一般的家世，很在乎名声。乔之星疯疯癫癫的，又声名狼藉的女人，不可能嫁进慕容家。今天晚上没有了慕容家的庇护，他必死。月儿，慕容家的保护伞慕容允十年前以一己之力让慕容家成为全国首富，并当上全国商会主席，如今也才30岁，是云城女人都想嫁的男人，可比他侄子慕容景强多了。月儿，妈就算费尽心血也要让你嫁给他。妈，各位来宾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慕容集团40周年庆。老爷子身体不适，今日就让我和景儿主办典礼。好，好，好！今天除了典礼之外呢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难不成要宣布慕容景和乔之星那个女人的婚事？啊！啊景哥哥，爸爸不是我害死的，我好难过呀。兄兄别哭，你奶奶和我妈妈给我们订了婚，等你长大就可以嫁给我了，再也不用被误会了，我会永远保护你。我最喜欢你了。星星，乔小姐你来的正好，我宣布乔小姐和慕容景的婚事作废。夫人，我能知道为什么吗？像你这样品行不端的女人，我们慕容家消受不起。乔之星不过是乔家养女，克死了自己的养父和乔老爷子，如今大闹灵堂，私底下和众多男人不清不楚，声名狼藉，臭名远昭，谁娶她谁倒霉。阿景，这些流言蜚语你信吗？小星，我相信你。
但如果没有家人的祝福，你还会和我结婚吗？我愿意。小景，不能娶她。妈，我这十年来我在山上，每次受伤了、累了，我只要想到你说会永远保护我，我就都忍了下来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妈会不高兴的。哼，梅妈教的就是奸，尽使些没用的下三滥手段勾引男人。沈小姐倒是有一句话说对了。什么？你竟敢打我！我发起疯来，谁都照打不误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平时对我那么凶，却被他们欺负，这算什么？为了云溪，再救你一次吧。天怎么黑了？不对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刚才不是在慕容家举办的宴会大厅里吗？你报够了没？是你啊，你怎么把我带到这里了？你怎么做到的？是你救了我。是。舒儿多谢慕容将军的救命之恩。不过，舒儿方才好像是被人捅了一刀，怎么突然到了这里？而且伤口好像也消失不见了。将军，您是如何做到的？如坊间传闻所说，本将军确实有常人不能有的妖力。才不是什么妖力！你别过来！你怕我？别管我怎么做到的，倒是乔小姐你赌输了，你的心上人看来不够爱你。胡说！阿景只是迫于家族压力罢了。什么家族压力？慕容景就是一个性子懦弱无能的人，根本护不住你。乔之星，别再自欺欺人了。你闭嘴！阿景他可是慕容家的嫡长孙，像你这种小人只会在背后诋毁别人。蟑螂老鼠，既然你是这么想的，那就当我自作多情，你就等你的景哥哥来救你吧。该死的慕容羽，你让我再看见你。不用找了，他在这儿呢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送你去死了。我和慕容锦有婚约，你们敢？慕容夫人已经当众取消了婚礼，乔志信，爷爷死了，锦哥哥不爱了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乔家大小姐啊？人。慕容羽。记忆清除成功。我告诉你啊，别动我，你要是动我，他也活不了。我记得你们人类好像都不喜欢对女人动手，但不是人类。记忆清除成功。睡醒了就给我安分找陨石。你帮我做件事，我就给你长。怎么还想着慕容景那个懦弱无能的人？十二年前被亲生父母抛弃，现在又被未婚夫抛弃，乔振兴，你就是个被人遗弃的垃圾！我想让你死在这儿，也没人理你啊！啊啊！你找死啊！阿锦，爷爷死了，这乔家大小姐我也不稀罕，但是阿锦对我的真心
如果我死了，你觉得他会放过你们吗？笑话！你没有了乔家大小姐这个身份，你以为景哥哥会在乎你吗？会，他肯定会的。你已经消失几个小时了，景哥哥都没有找你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垃圾就是垃圾，别妄想有人会在乎垃圾。别跟他废话，赶紧弄死他。妈，小星他在宴会厅消失不见，肯定出事了，求你快带人去找找他。他都已经不是乔家大小姐了，一个没有价值的女人根本就配不上你，不用找了。你不帮忙我自己去。慕容景，你今天要是敢出这个门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慕容嫡孙的身份你也别想要了，舍弃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值得吗？你自己想清楚。我对你们人类没兴趣。还神类，说的跟你不是人似的。事到如今，你竟还妄想着嫁给慕容景，真是冥顽不灵。我想嫁给谁关你什么事啊？反正又不会嫁给你。还有，以后少拿那些文绉绉的话来跟我显摆，跟个古代人似的。知道。神经病吧。干嘛？没有了他，你就无法联系慕容锦，以后你就给我安心的找律师。给我，给我。心跳这么快，这可是师父给我的独家秘方，你今晚拦不住我的。喂，要古董。真是死心不改，这次就彻底让你对慕容景死心，心无旁骛帮我找云氏。夫人，我和阿景是真心相爱的，希望你能够成全。想嫁进我慕容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要多少有多少。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人家小景根本就不爱你，你都已经不是乔家大小姐了，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你也配？这是阿景的意思吗？少爷，夫人的意思是，如果您今晚不拒绝乔之星，以后您在慕容家享有的所有权利都将被收回，请少爷你想通了。阿景，哼，你走吧，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阿景，你是不是被威胁了？你肯定还是爱我的。就算被威胁了又怎么样？乔之星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在慕容家的权力和一个被舍弃的养女之间，该做如何选择？我儿子不傻，所以你就选择了家庭地位是吗？这就是现实，乔之星。以你现在的名声和身份，你不配嫁进我慕容家。慕容景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放弃我？对。好，从今以后，你我再无半头瓜葛。为什么我总是被舍弃的女人，却只能与那
么了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迷药对我没用。所以你是故意看我笑话的？对。满意了，我又被抛弃了。因为一个人的选择而伤心，真是无知愚蠢。因为我爱他，可我的爱却因为他而变得可笑。人都有七情六欲的，伤心一段时间就好。我的系统里没有这个感知。所以你这么冷血无情，活该没有。我不是人。对，连人都不是。啊！姐，外星人的陨石哎！你给我滚开！走开！那天晚上，我记得我们明明见过乔治星啊。后来的事儿，我一点也记不清了。总之，二叔这次的计划，我们不可能再失败了。只等他入局。上车。你有事吗？乔治星，没有强大的能力，凭自己是报不了乔峰的仇的。现在你只有一个选择，你帮我找东西。你提醒了我一件事，帮你找东西可以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又是为了慕容锦的事，乔治星。跟我结婚。啊？什么？仅靠医术和我超人的智商，恐怕放手有点难。慕容锦就是最好的选择。跟我结婚，我可以帮你找东西。好啊。这么爽快就答应和我结婚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结婚的事得对外界隐瞒。慕容羽，我和你结婚是想利用你的权力和财产帮我对付乔家，隐瞒别人怎么信我？隐瞒我妻子的身份，不耽误你使用我的权力。那不同意。我才不信，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这样，别人怎么知道我的身份？那人家怎么会把权力交给我呀？可以当我的秘书。也是，这样是不是就不用结婚了？那我们不结婚了，我来当你的秘书。不行，你想清楚，当了我的秘书是无法调动慕容家的权力的。那还是结婚好了。怎么感觉更忽悠了？可不是嘛。那就去民政局。李牧，走。好嘞。穆总，要不我先送乔小姐，不，先送夫人回您的住处。一起就好了。啊，夫人，您已经跟穆总同居了？这说来话长啊。找到东西后，立马离婚。放心吧，找到东西之后，我们立马就离婚，一秒也不多待。那就多谢乔小姐了。有事啊，老板，你不是结婚了吗？然后呢？你看啊，这结婚不给女方准备戒指，有些不妥吧？好歹你也是堂堂穆氏集团的总裁，青年商会的主席，对吧？这抠抠搜搜的，连个戒指都不准备，多掉面儿。
这戒指大了，他手小。进来不敲门，这就是你的礼数吗？慕容锦。小雨，你昨天跟乔家谈合作，突然又反悔，这对我们慕氏的生意信誉有很不好的影响。所以呢？我知道你工作很忙，不如让小锦到你公司来帮你分担分担呢。大嫂，我想你是想上位想疯了吧？慕容远，小景可是爸的唯一嫡孙，他早就应该接手公司了，就是因为你一直不放权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？我接手公司靠的是实力，他有吗？他有没有实力又不是你说了算。哦，那是谁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哎呀，吵吵嚷嚷的，到底什么事儿？爸，我就想让小景进公司工作，可是小允不同意，还骂我。慕容允，莲心是你长嫂，你有没有礼数？慕容允，莲心是你长嫂，你有没有礼数？还有你，一点小事就来公司闹，你把这里当什么地方？哎呀，爸，小景来公司工作怎么会是小事呢？他进不进公司我看着办，不用你提醒。你跟我出去。哼。先生，请。啊，对不起先生，刚刚多有冒犯。对不起先生，先生，这是您最爱吃的包子，我让人特意去京城摊买来的，老子好，你尝尝。有心了。先生，刚才发生的事情您觉得我处理的怎么样？你做的挺好的，我说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秘密。好。对了，有件事我要向您汇报。说。沈家的沈氏集团的女总裁想让您和她的女儿结婚。我觉得这件事儿得您亲自处理。我已经结婚了。是什么？是谁呀？乔之星。乔之星就是和小静离婚的那位。慕容远，你在慕容家到底什么地位？能不能帮我报仇？这位是他是我爸。你爸？我是他爸。爸，叫伯父。伯父，小丽了，大名鼎鼎的慕氏集团总裁，杀伐果断的商业奇才慕容权。穆总您好。好。进去，把衣服穿好再出来。没想到先生还挺霸道。你年龄大了就喜欢吃这个。穆总您好，我是小穆总的秘书。穆总您好。我是小穆总的秘书。是吗？不是，她是我妻子。啊，不是说要隐瞒的吗？不用，没事，先坐下。他是我爸，当然不用瞒着。还有鉴于你刚才的问题，以及我在慕容家的地位，你可以问他。小雨。那可是我最疼爱的孩子。慕容云不是你们家旁系吃的吗？你平时不看新闻吗？他可是云城历届最年轻的商会主席啊。慕容集团如果他想要，将来都是他的。爸，他在山上待了十多年，恐怕对我的事不了解。所以他来慕容家是整个云城最权贵的男人。哦，对了吧。
我记得你好像还有点事要处理的。啊，对对对对，我是有事情。好好好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啊，好好好。怎么，和我这个蟑螂老鼠结婚，是不是赚大了？你少得意吧，你不是要招陨石吗？走吧。不是说好要找陨石的吗？来公司干什么？明天你就来公司报道，当我秘书，我自有办法找到陨石。他的血已经自动和陨心匹配，如果和陨心距离接近，陨心能感应到他的存在，发出只有我能看到的绿光。看来陨心不在这里，最大的可能在那六名保镖或者乔将军手里。有媒体爆料，穆总居然结婚了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我的梦碎了！黄金单身汉，高质量富二代，谁要是嫁给他呀，那简直是上辈子救了银河系。某国系统都瘫痪了，就因为穆总结婚的消息。好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啊？该不会是沈组长吧？有可能，沈组长可是沈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。却跑去穆氏上班，大家都知道沈组长喜欢穆总很多年了，不会真的把穆总给追到手了吧？你们干什么呢？不好好工作。沈组长，网上传闻穆总结婚了，新娘不会是你吧？难道妈妈成功说服允哥哥娶我了？允哥哥真是八字还没一撇，怎么就花钱透露给媒体结婚的消息了？我的私事儿，你们就别打听了。天哪，真的是你！你真的和穆总结婚了？快跟我们说说，穆总私底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穆总娶了您呐，我们就平衡多了。毕竟您和穆总是门当户对，郎才女貌，情比金坚。油嘴滑舌，还不快工作去！乔治星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乔治星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穆总新来的秘书。新来的秘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做事还需要向你汇报吗？允哥哥，都是他先挑衅我在先的。允哥哥，都是他欺凌我挑衅这些的，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伤人的话？穆总，就是这个贱人冒充您的秘书。还辱骂沈组长，太不像话了。说吧，为什么骂人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看他不爽。穆总，您看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他骂了沈组长，您的夫人，这连您的夫人都敢骂，这要是当了您的秘书，那以后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事儿呢。我的夫人？贱蹄子，看你嚣张到什么时候。我的夫人什么时候变成？穆总，您不是说找我有急事吗？您进去。别拉着允哥哥，光天化日之下当着沈组长的面勾引穆总，乔治星，你要不要脸啊？都给我闭嘴。对不起穆总。允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他为什么阻止我？是觉得当我的妻子很委屈？要命！那这些女人跟慕容允是一个仇富，要是知道我和慕容允结婚了，以后我要用他的权力对付乔家，岂不是处处被下绊子？来人，给我去！允哥哥好像不太喜欢我这么高调宣布结婚的事，不能让他生我的气，得赶紧给妈妈打电话劝劝他。为什么不让我说出来？和我结婚的人明明是你。不是你说要对外隐瞒我们结婚的事吗？你这儿是不是
我，你自己说的，你忘了？但你也不能把我推给别的女人吧？我没有把你推给别人啊，是他自己撞上来的。乔治星，你现在情绪真的很不稳定，你自己把你自己心态调整好，再来跟我说。我情绪不稳定？你，穆总，我是乔婉，我来跟你谈合作。他怎么来了？他代表乔氏集团来和我谈具体的合作细节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好，你们俩聊吧。乔之星，你身为我的秘书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你别太过分啊！进来。乔之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身上没有陨星的光芒，看来陨星没带在身上。乔经理，他是我的秘书，具体的合作细节由他来给你谈。乔之星，你好有手段，没嫁给景哥哥还勾引穆总。收起你龌龊的小心思，你以为长得好看一点的靠近他都是要勾引的？怎么敢做不敢当啊？沈小姐，沈小姐，你跟穆总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不过啊，虽然你跟穆总恩爱，也得防止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上赶着当小三儿。多谢乔小姐提醒，不过她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女人，允哥哥看不上。我上不上得了台面啊，不是你说的算。至于穆总能不能看得上我，那也说不准了。他说的对。允哥哥，我确实看不上他。既然乔小姐今天不想来谈合作细节，那就改天再谈。乔秘书，送乔小姐回去吧。为什么要我送她？乔小姐作为我们穆氏的合作伙伴，而你身为我的秘书，就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有些人呢，还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。帮我把车开出来。穆总，办合作的事儿下次再谈。允哥哥，今天有一场关于外星人题材的电影上映，你可以陪我去看看吗？看来允星不在遥远。婉儿，小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慕容晴，你为什么在这里？景哥哥，谢谢你送我的花，我很喜欢。哦，对了，乔之星，忘了告诉你，慕容夫人呢，已经答应我们两个在一起了。我现在呢，是景哥哥的女朋友，将来我们也会结婚。慕容景，这就是你的选择，抛弃我跟他在一起。小星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闭嘴！这样的虚情假意，真让我觉得恶心。没兴趣。允哥哥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可是我们都快结婚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和你结婚？慕容远，明明是你自己说要隐瞒我们结婚的事，是不是有病？总之，我现在有急事要出门，你该干嘛干嘛。不要。沈小姐，你家里好像着火了。允哥哥，你真幽默。小姐，家里不知道怎么就着火了，夫人现在昏迷不醒，您快过来。得赶紧去看看，看看允心会不会因为乔之星的关系而有感应。
行，你是不是故意把车开这么快的？让我开车，这是你应得的报应。走吧。哎，谁允许你进去的？来都来了，不恶心你们一下，我可不甘心。大小姐，我，刘妈，她不是什么大小姐，她只是穆氏集团一个见不得人的秘书罢了。大小姐，你为什么还要来乔家？你是不是还想着报仇？你不要跟他们斗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乔志兴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制高点批判景哥哥的选择？你不也费尽心思想当穆总的秘书？我看下一步就是爬上穆总的床了吧。小星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是假关你们什么事？小星，乔志兴，你凭什么生气？我和乔婉交往是为了得到乔家的支持，对付慕容允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我们。等我继承了慕氏集团，我就有能力说服妈妈让我娶你了。而你呢，勾引慕容允又是为了什么？慕容景，你说这些是想让我感恩戴德的感谢你吗？没有我，难道你就不会争夺慕容集团了吗？没有我，你照样会和你的小叔叔争夺家族企业，别为了一己私欲把所有脏水都泼在我身上。是为了女人才会去做这些，真是可笑，就这一点已经比不上慕容允，至少他比你光明磊落，至少他比你光明磊落。碰瓷儿是吧？薄情寡义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吧？想碰瓷儿，我可不管你。小心啊！我的戴月轩啊，那可是嘉庆年间的。我管你什么年间的，慕容允，我问你是不是故意让我去做乔婉，然后让我看到他跟阿景谈恋爱？乔志兴，你身为我的秘书，让你送客户回去是你的本职工作。可是我不是你的秘书，我是你的老婆。老婆。不跟你多说了。生气了，他好像今天确实很不开心。李特里，如果你生气了，有什么能让你开心的吗？穆总，你惹夫人生气了。不是我，是别人。嘴硬，女人生气好哄的。一直送礼物。这可是限量版的飞碟模型啊。他居然不要。今天是我判断失误，我这么做是为了想让你去乔家看看，看看陨石还在不在他们手里。慕容允，我倒是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通过我判断陨石在不在乔家的。不能告诉你陨石和他之间的联系。总之你帮我就是为了报乔峰的仇，我才制造你和乔家接触的机会，希望你能从这查出端倪。哦。还有，我记得你会医术，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，去医治沈家沈夫人，作为报答条件随便开。今天为了摆脱沈家，让沈家着了火，终会伤害了无辜的人。好。医者仁心，人我会去救的。有你女人的妈妈。你怎么又生气了？穆
荣远。沈小姐，希望我的意见能帮助你。可我这么做，允哥哥会不高兴的。我知道你很爱穆总，穆总也很爱你。你知道他跟景哥哥的事情，要不是慕容夫人拦着，景哥哥早就被他抢走了。每次我跟景哥哥约会的时候，他的心里都是乔治心那个贱人。我觉得你也不会希望你跟穆总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心里想的全是他。多谢乔小姐的意见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嗯。喂，爸，我已经说服沈小姐了。哼，借刀杀人，爸爸这布局可真是两全其美。乔小姐请。这个时间上午这么晚来耍什么花样？只要过了今天，乔之秀，你别想允哥哥再多看你一眼。希望乔小姐给的媚药管用，反正不会出人命，没事的。沈月，你还真是狠心，为了算计我自己的母亲在生病都不管。那你敢不敢陪我玩啊？不敢。上。乔之星，这药可是好东西，今晚你就和我的保镖好好享受吧。敢对允哥哥起了不该有的心思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十天让我发给慕容云，怎么十年一说是白学的，这边要我自己的钱。不准，他是想要我的。来人，救命，救命。不准，他是想要我的。来人，救命，救命。大半夜找我有什么事啊？慕容云。慕容景，你该叫我什么？慕容云，让小静离开慕氏，她不能做你的秘书。为什么？小静是我的女人，我不允许她跟你有任何来往。慕容家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？我给你多少钱？给你装备，你放过我。乔小姐，你哪里还有钱？你已经被沈家抛弃了。我有钱，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？慕容云，他可有钱了。慕容云确实是整个云城最强壮的男人，但人人都怕他，我可不怕他。我缺的又不是钱，我是来杀你的。你是乔家派过来的人。放过我，我求你，慕容云！慕容家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没脑子的东西？慕容云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过是爷爷的一个私生子。不要！人呢？他怎么出去了？这……慕容云。慕容云，你没事吧？别怕，都结束了。慕容云，你是怎么到这里的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消除这一切。记忆清除成功。这种巧马不应该是慕容允的妈妈来找我，让我拿钱离开吗？您来做这件事不太合适吧？乔小姐不需要管这件事谁来做，只需要拿上钱，离开云城。我拒绝。据我所知，乔小姐喜欢的人是慕容景，那为什么不肯收了这钱？
那您消息挺慢的。我和慕容景早就没有关系。你为什么不肯收下这笔钱？太少了。哼，你想要多少？10亿，现金。你怎么不去抢？给不了，那就免谈。走了，慕容远还等着我吃早餐呢。怎么，沈夫人是想绑着我离开吗？让他走，这以后呢，你总会离开慕容远。乔小姐，我女儿想要的男人，我一定会让她如愿以偿的。有妈妈护着的感觉真好。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遇到了差点成为我病人的夫人。沈总，他有没有对你做什么？没有啊，他给我100万，让我离开你。那你没有答应。人类对金钱的诱惑可不是一般的弱。他虽然能这么坚定地为我拒绝那笔钱，没想到我在他心里这么重要。价钱谈不拢，谁懂？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贵行的人可是我花了大心血求来的，怎么说封就封？爸，我不知道，去的时候人已经疯了。是谁？到底是谁救了他？我不知道。知道不知道？什么都不知道，滚出去！哎呦，这东西！怎么腰酸背痛的？昨天晚上也没干什么呀。喂，你有没有跟沈月商量好什么时候去给沈总看病啊？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沈总的病好了？嗯。那我去上班了。你不用去上班了，你今天就在家好好休息吧。还有，以后少跟沈家人接触，出去干什么必须要跟我报备。你今天有点奇怪啊。怪可爱的。我先下楼去了。去干嘛？吃早餐啊，要不要给你带一份？不吃算了。好，我要份包子。慕容泉，是我。限你在半年之内撤掉与沈氏集团的所有合作。您是？我是沈月的妈妈沈雪。沈氏集团的女总裁？您找我有事吗？这个卡里有100万，请你离开慕容羽。让他走，以后他总会离开慕容允的。我女儿想要的男人，我一定让他如愿以偿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抛弃我？真不爽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喝点酒。穆总，这是近些年来乔家的保镖资料。这四个人务必给我找出来。好的，穆总。不过您找这几个保镖是要干什么呀？怎么，总裁就不能吃包子了？您能啊，当然可以了。好了，这四个人找出来，务必给我带回来。好的，老大。难道夏雨生贼了？
乔治星，你把家里弄得这么乱。老公，你回来了，坐。乔治星，你把你自己搞成这副模样。怎么回事儿？没什么的，就是亲了而已。如今不像几百年前，没有三纲五常，时代在发展，人类的思想也在变化。邱志兴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？这么帅的帅哥，被我亲到了。你不要走，陪陪我妈妈。奇怪，我系统的构造怎么突然松动了？就像人类形容的疲惫感。好饿呀，想吃爷爷做的面，师傅做的饼。如果再要一杯可乐就好了。子昂，乔治星，你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说什么？乔治星，虽然我知道你不是很在乎这种事情，但是按照你们人类的说法，做了之后当做没发生什么，就是耍流氓。你有必要这么计较吗？太小气了吧！我小气？是你不负责任吧？我不就是垃圾没有收拾吗？大不了下班以后我再收拾，可以了吗？垃圾？原来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昨晚你……我昨天晚上怎么了？算了，不说算了，上班去了。怎么回事？沈组长，喝咖啡。这个沈先生天天让别人怂自己，我要是喝了，我把咖啡倒在身上，受他神气。你干什么？沈组长，我不知道刚刚自己在做什么，您相信我呀。这个荷兰有种啊！乔治星，你站住！干嘛？上次我暗害他的事儿，虽然没成功，但他难道不想报复回来？这不像他的性格。你上次怎么了？家里所有摄像头都坏了，那天到底是谁救了他？算了。乔姐，为什么合作信息是你来跟我谈？因为乔婉正在跟你前未婚夫约会呢，他没空。我出来跟你谈合作，穆总是知道的。我知道你特别想杀我。知道又怎么样啊？如果是意外身亡，总不能怪在我身上吧？乔
乔吉安，你疯了！这里的监控已经全部毁掉了，几次三番想弄死你，乔治星，你倒挺难杀呀！啊？我力气这么大。乔之星，穆总呢？我这有份文件需要他过目。他出差去了，过两天回来。好的。答应了。乔总，监控已经处理好了。对，他已经晕了。穆总不在，那钱什么时候打给我啊？乔金，你还真是命大，这样都还没死。没你命大，我们几次对你动手你都没事，不过这次。不过这次你逃不掉。有一点我还挺想不通的，爷爷都已经死了，家产都已经分给你们了，公司也已经是二叔你的了，为什么还非要置我于死地啊？闭嘴！难不成爷爷的财产其实是留给我的？哼，闭嘴！看来我猜对了。乔志星，知道李萧河吗？不知道。李萧河将会成为埋尸河。慕容雨，这一次你还能再救我一次吗？我为什么要受宰？没想到你在山上学了武，我小瞧你了。乔志星，我杀了你！求求了，让这个疯子滚下楼梯吧。还真是自己滚啊，太自己了吧。穆总不在，有事。乔志星，这不是你把吉恩推倒楼梯了？我说是他自己滚下去的，你信吗？乔志星，我看你是想推卸责任。证据呢？比如说监控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在来找我之前呢，把监控给毁了，认为我这一次一定会栽在他的手里，没有想到折进去了。你乔总来我公司大吼大叫是想干什么？穆总您别误会，我只是来……乔总如果不是来谈合作的，麻烦请离开。慕容远这么护着乔之星，照这样下去对我们很不利啊。我过两天可能要去一趟外地，这两天一个人要多加小心，万事留个心眼。知道了。是谁？是慕容远？怎么回事？能量又回来了？不过为什么乔之星也在找我？说，慕容远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是不是你给他通风报信的？你放开我这个老的，你放手！快开车，撞死他！好，爸，可是好是什么？杀一个是杀，杀两个也是杀。爸，车好像坏了，开不动啊！怎么可能？我来之前都检查过了，不可能的。不行啊，请开，我来开。人类最危险的部位被染上一抹红，你也挂上吧。
死！不行，太晚了。你把他们都杀了？没有，他们只是晕过去。等等，好怕我！我推的我。该死的天也太冷了。既然冷，我们就回家。慕容远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抹除你们人类不该有的记忆。不要，那是我的记忆，你没有权利去抹除。你们人类没有选择的权利。记忆清除失败。记忆清除失败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那个，你不会不行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就刚刚的我还记着呢，你就在车前嗖一下就到了车里面，然后又嗖一下掐住了乔家那俩。天公颠簸，你到底是谁啊？怎么能做到这一切的？啊，告诉我嘛！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没资格知道。我是你的妻子吗？乔治星，我说过我对人类不感兴趣，而你同意跟我结婚都是为了陨石，你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慕容远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只是想知道救我的人是谁，我有错吗？你怕我？我不知道您到底是何方妖物，还请您留我一条性命。你觉得我会伤害你？你别过来！核心法簪，这是我送你的及笄礼，你竟然敢拿它对着我！你真的是外星人？嗯，在地球上600年了，难怪平时话文绉绉的，老古董。那找到陨星，你就能回星球吗？是。那为什么非要让我帮你找啊？精神病院那晚，一不小心和陨星接触了核感应。只有你才能使陨心激发异动，我才能通过系统找到他。你刚刚为什么要跑啊？你不怕我？为什么要怕你啊？我以为你会和他一样。他是谁啊？没事。既然你是外星人，那么耳朵是软的呀。热的。温度也和我们人类差不多。600年前，我不小心降落在一个人类将士的身体上。现在这副皮相并不是我的本体。那我可以看看你的本体长什么样子吗？不行。那你带我飞。算了，你还是继续睡吧。啊，做人不要这么小气啊。忘记这些，我都想起来了。树林中那个模糊的身影，
谁知中揪人的场景啊，都不是梦，是真的，是他。慕容羽，剩一票。网上提到和外星人接吻，有可能拥有对方的力量，是不是真的？有事？没事。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很明显吗？察觉我的意图，想杀我吧？脖子疼吗？有点儿。你没事吧？我不知道外星人一进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没事。你头上还在冒烟哎！都说了我没事。最硬的男人，现在就让我来验证吧。小旅馆书房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我已经和牧师公司的人接应好了，把乔治星弄晕，然后绑到立交河。爸，我也不知道，最近办事的时候总是晕倒，然后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对，而且每次醒来不是这疼就是那疼。就比如说这次脖子。出口！办事不利还老是找借口，都给我出去。机会来了，向乔立宽说出爷爷当晚被害的过程。爸爸，我放学了。你今天答应我要陪我玩外星游戏的。瞧，哇，被发现了，快走。冒冒失失的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我的能量又消失了。是不是因为他的关系？毕竟他是我第一次记忆清除失败的人类。乔之星，他居然还对你哥哥不死心，看来真的不能对他仁慈。江南商会的局你去接单，为什么要我去啊？你是秘书，当然要替宇哥哥应酬。你不会以为自己跟在允哥哥身边就很特殊，就可以不用干活了吧？行，让人力资源把地址发给我。小菊，你现在马上帮我查查今晚云城最乱的局在哪，让人力部把地址发给乔之星，我玩不死他。乔之星，你干什么？泳池的账还没给你算呢，先又给我作妖，想玩是吧？走，我陪你。乔之星，你敢动我，我妈知道了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遇事只会喊妈，就这还想跟我玩？你知道这里面都是一群什么人吗？全是一群光脚不怕穿鞋的狠人，他们不会管你是谁家的小姐，只要想了就能弄死你，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局。进去。不要不要！进去！乔之星，你却敢这样对我！游泳池的事，还有设计我进乱局的事，如果我把这些公之于众，你哥哥会怎么看你？乔之星，你还看不清你跟我之间的差距吗？你以为允哥哥会为了你对我怎么样？笑话！我可是沈氏集团唯一继承人，
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来之前妈妈已经在帮我联系允哥哥去审视谈我和他的婚事，以沈氏集团一半的股份当嫁妆，你说他会不会选择一无所有的你呢？就算被威胁了又怎么样？乔之晓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慕容家的权力和被舍弃的养女相比起来，该选谁？我儿子不傻，结婚还没有离婚，他会不会？穆总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不会去沈月的，收起你们的心思。穆总可要想清楚了，沈氏和穆氏40年以前是一家，如今分隔各自发展，但您的父亲呢，一直希望能够和沈氏多合作，现在我愿意拿出沈氏集团一半的股份，更愿意和穆氏合并发展，只要你娶了沈月，这一切都是你的。如果我的事业要靠商业联姻才能成功，未免太懦弱。沈总，如果下次还有这么无聊的事情，就别来烦我了。穆总这么爽快的拒绝，问过您父亲了吗？任何人都左右不了我的决定。既然整个云城的人都没办法左右慕容允的选择，那就从弱势的一方下手。乔之星，有人来了。乔小姐，你来了。沈总，您找我来有事吗？这是你上次要的食意，我准备好了。沈总对自己的女儿真是宠到了极致，十亿可不是个小数，竟也能为了她舍得送。月儿虽然是我养女，但却在我失去女儿最脆弱的时候安抚了我的伤痛，而我也只有她了，为了她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乔小姐也不必太震惊，月儿是我养女的事在云城也不是秘密，而我疼她在云城呢也人人皆知。乔小姐只需要拿上这笔钱，离开云城，离开慕容远。有了十亿，我可以随意买下我喜欢的豪宅，开心的时候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，不开心也可以随意在娱乐场所畅嗨，甚至下半辈子不用上班也可以活得安逸潇洒。但是总觉得心里是空的，真是疯了。乔小姐什么意思？这钱我不要了，云城我是不会离开的。你耍我？这笔买卖不划算啊，有了慕容允，别说十亿了，就是上百亿上千亿我都会有。乔小姐，乔之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离开慕容允？小心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小星乖，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，等小星长大了，爸爸就回来了。
为什么要救我？为什么？对了，我还有慕容羽的异能。醒来，我用神诀醒来。我的异能为什么没有用了？难道时间过久了就不行了吗？乔之星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我妈要是有什么事，我杀了你！我妈，让她滚！我不想看到她。乔小姐，走吧。这不是夫人和金商女儿小时候的合照里出现的发簪吗？怎么会在乔小姐这里？王妈，沈总是为了救我才被撞的，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的。乔小姐，请您体谅沈小姐此刻的心情吧，她并不想见到你。好。夫人找了小姐十多年了，日日忧思过度，乔小姐又是乔家的养女，未必不是，得赶快想办法验证一下。你疯了，光天化日之下对她动手，还撞错了人，你知不知道她是沈氏集团的千金？都是她害得爸爸昏迷不醒，我忍不下这口气啊。我你怎么知道是她害的爸爸？爸爸昏迷之前一直喊乔之星的名字，怎么不是她呀？够了，当务之急是怎么把监控给毁掉。姐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逃，对，你赶紧逃，等爸爸醒了你再回来，让爸爸处理这件事情。我为什么要逃啊？你不逃难道你想进去吗？赶紧走，马路口的监控那么多，你以为你这次还能侥幸吗？为什么呀？他为什么要救我？小星，不要怕，我相信不是你做的。他们怎么抱在一起了？乔之星，原来你还是忘不了。小星，我只是心疼你，你何必这么对我？你觉得这样我就会对你感动吗？你觉得在我最无助的时候趁虚而入我就会感动吗？别把话说这么难听，这时候也就只有我会陪在你身边，我只是担心你一个人承受不住我。你真恶心。什么？之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选择乔婉，现在跟乔婉在一起又选择我，
这男人做到你这个份上真是失败。我失败？那慕容羽就很好吗？他一个私生子也值得你费尽心思去勾引接近？慕容羽他比你好千倍万倍。千万次专门使用他的异能隐形，就是不知道时间有多长，这就会产生出，然后把神斗救醒，反正就是亲一下，为了救人，断，我就是为了救人。疼啊！乔之星，你为什么又来耍流氓？我哪里有？乔之星，你就是一个水性杨花三心二意的女人。我怎么就水性杨花三心二意了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你白天和……算了，你大半夜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我请你件事儿，你能帮我救沈总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不能干预地球人的事。那你还三番两次救我？那是因为……因为你能帮我找到陨星。慕容远，你就当看在我的面子上救他一次吗？他是因为我才昏迷不醒，我不想欠他人情，就当我求你了，下次我帮你办件事好不好？沈雪没有生命危险，白天我用系统检测过了，他醒来只是时间问题。可是我就是想让他早点醒嘛，我就是想问清楚他为什么救我，求你了。没得商量。真是个冷血无情的人，连人都不是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乔之星，看来我得好好检查检查你的身体了。身体实验就是个不错的项目。什么东西？我才昏迷了两天，为什么这么多公司跟我们乔家解约？连股市跟股点都下降这么多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爸，既然觉得您昏迷的事是乔之星干的，所以就在路口开车准备撞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沈总出来了。沈总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，因为路口的监控没有做手脚，现在全国通缉他，所以才会影响公司的。混账东西！爸，吉言现在躲在城南，我们得赶紧找一个好歹的律师去救他，要不然他这辈子可就完了。请什么律师？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公司局势，赶紧和他撇清关系。爸，吉言是你的亲儿子，我的亲弟弟，你不能这么不管他呀。我没有这么蠢的儿子，他能为自己辩解就为自己辩解，没能力我就他没这个儿子。赶紧把慕容景叫过来，把你们的婚事赶快定了。慢着，盯紧乔之星举动，我只能要他活着落到我手里。我要做人体实验。小姐，乔之星，接下来不会让你好过。小姐，你不能对他出手啊。为什么？这是乔小姐的 DNA 报告，乔小姐就是夫人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小姐，你应该知道夫人一直以来的心病就是寻找自己的亲生女儿。如今沈总的亲生女儿就是乔小姐。你如果真的为了夫人好，就不应该动乔小姐。小姐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乔之星就是妈妈的亲生女儿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不能失去妈妈对我的这份尊重，更不能让乔之星得到允哥哥，不能。老妈，你知道妈妈昏迷了，
我可以随时开除你吧。小姐，你就算把我开除了，我也有办法告诉沈总真相。得想办法拉拢老妈，再让她永远都抬不了我。老妈，拍个架吧。我知道你选择告诉我，也不单单是为了告诉妈妈真相嘛。1亿。好，不过我现在只有5000万，剩下的钱我会尽快想办法给你。这个期间请王妈为我保密，而且立刻离开云城。好。乔叔叔，以乔家现在的情况不太适合订婚，我妈不会同意的。这做生意嘛，总有起起伏伏。不过我早有应对的方法，我可以帮穆少成功进入穆氏公司做事，并且站稳脚跟，拿回属于你的一切。啊！爸，这么大的项目给景哥哥做，能行吗？就他，连慕容云脚趾头都比不上，一个妈宝男行什么行？没了他妈什么都不是，连他爷爷都看不上他，行什么？爸，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景哥哥呀？这不是没得选了吗？事情已经给了他，就看他自己本事了。乔立坤，你们越是看不上我，我就越要证明我比慕容云强。西部龙头性格凶残暴力，景哥哥肯定拿不下来这个项目，肯定要吃苦头的。这人呀，越是懦弱就要逼他一把，年轻人不吃苦头打拼成不了大事。几次绑架乔之星都失败了，只能利用他把乔之星逼出来，毕竟乔之星挺喜欢这辈子。哎呀，小景啊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出去也不跟妈妈报备。来，把牛奶喝了。一个妈宝男行什么行？没了他妈什么都不是，连他爷爷都看不上他，行什么？慕容羽他比你好千倍万倍。小景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？我跟乔婉订婚，我要去慕氏公司。你受什么刺激了？现在乔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？你还要娶乔婉？你是不是蠢呢你？我不蠢，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我就是要证明我不比慕容羽差。不好好待在家，来公司干什么？爷爷，我知道你们有个项目没谈下来，我想试试。小景啊，西部那帮人不是常规的合作方，你要心里有数。这是公司的事，不该你管。爷爷，我也是慕容家的人，我也想为慕容家出一份力，我只是想争取一个机会而已。我倒是想给你个机会，可是小景，你没有这个实力。爷爷，如果我谈不下这个项目，以后我再也不会提出进公司这样的要求来烦你。求你给我个机会吧。好吧，小姐，你先出去，我考虑考虑。先生，小景这次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还要谈西部开发的项目，我想问问您的决定。他始终是你的子嗣，也该锻炼锻炼他了，以后我走了也好有能力管理牧师。哎，好吧。我才不要你的假好心呢。乔之星，你闹够了没？
出去。你到底要生气到什么时候？我答应说会让沈月醒过来，你到底有什么要紧事要问他？好了，别哭了。我就是想知道嘛，我从小就被人抛弃了，我六岁之前的记忆全都没有了。我从小在乔家，他们就一直在谋害我，从小到大除了爷爷跟师父就没有人关心过我，更别说有人拉命来救我。现在救了我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嘛，你就是不告诉我嘛。好了，你别哭了，我答应你还不好吗？我答应你会让沈总醒过来的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要答应我，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嘘，你就是慕氏集团负责人。江总您好，我叫慕容景，还请多指教。乔立坤怎么搞的，派一个娘炮来。哎，江总，岂不缺这个项目呀？啊，他们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呢，他们却用这个一看就是废物的小娘炮过来，是不是不把我们哥仨当回事儿啊？是啊，我不是废物。我们跟慕氏合作是看慕容允的面子，叫你过来谈合作是看乔立坤的面子。娘炮，你有什么能耐能让我们哥四个服你？这个合同签了。啊，小娘炮啊，你来之前就没打听清楚呀？啊，我们也不跟你装，我们哥几个以前就是跟道上混的，能有今天那他妈都是打出来的。西部区这个项目就是我们打赢了才拿到手，主打的就是一个狂野派。是不是哥？对，今天就跟你这么说，你有什么能耐能让我们服，就跟你签这个合同。江总，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策划书，还请过目，这也是我们慕氏的诚意。又是这种文案，敷衍的文案。老大，你妈的，我你好好好好，还谈吗？看此话，继续打。好好好好好，还谈吗？请江总看此话。好。虽然是娘炮，但是还挺能扛揍啊，有点意思啊。嗯，有点意思。这合同老子给你签了，走。签了。我靠，究竟拿下了西部星火，这下爷爷一定能看懂了。西部开发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你能给小景机会，想必他一定能够完成，毕竟他下了很大的决心。让他量力而行吧，如果实在谈不下来就算了，毕竟西部开发的事情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那群人上次被我打怕了，估计是想找人出出气吧。是。好吧，小姐，你先出去，我考虑考虑。原来我能有机会谈，原来是因为慕容允给的机会，而我有生命不烂的项目，他一句话就可以否决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慕容允，我总有一天会夺回慕氏，一
定会让你跪着求我给你机会的。今天耻辱，我一笔不落。如果那群人真的敢对慕容景下狠手，你找个时间打压打压他们。毕竟慕容景是将来慕氏集团的接班人。小孩子就得让他锻炼锻炼。也是，他的心性还是太急。我待的时间也剩不多了。最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出现问题。你加紧时间锻炼他。先生，没什么大问题。今晚我会让你查一件事情，一定要仔细查。我还有事就先走了，不然那个女人等久了又该生气了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还记得精神病院那一晚吗？这是追杀你的那四名保镖，我让李牧查了信息，把他们带到了这里。你是怀疑李欣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的身上？对。那在他们身上吗？不在，算了，我再查查吧。你别难过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陨星，回到你的星球的。你希望我离开吗？当然了，你独自一个人在地球待了这么久，应该很想念家乡和伙伴吧？我的家乡没有伙伴这个说法，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存在，飞碟更是有探索未知能力的。那你回去干什么呀？不会孤单吗？孤独是你们人类的表现。我必须回我的星球，因为我的能量维持不了地球了。能量怎么了？没事，走吧。大家快停下手上的工作，今天我们沈族长请大家喝奶茶。哇、哦啊哦，小三儿不配喝，这才是正宫的做派。你们看看乔之星，一副狐妹子模样，真以为穆总能看上他似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差点忘了，穆总说过要隐瞒和夫人结婚的事。我就说和穆总隐婚的对象是沈族长吧，你们看李柱都叫夫人了，肯定是沈族长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是你们不信。穆总和沈总，也就是沈族长的妈妈，哼，昨天晚上可聊了他们两个的婚事，聊了好久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情况又不能解释。你们在吵什么？都是不用工作的吗？尹哥哥，沈族长说话注意点，我是你的上司。好了，现在我有件重要事情要宣布。出来吧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们新任集团的总经理慕容锦。穆总，要不让乔秘书带穆少去总经理的办公室吧。我看你倒是挺闲的，你去。穆总。乔之星，你进来。多谢沈小姐。恭喜穆少成功进入穆氏集团，我想我们应该合作合作。什么合作？乔之星，你们在做什么？进来又不敲门。我们做什么关你什么事？乔之星。慕容锦，公司不是你谈情说爱的地方，你要是真的想工作就给我收起你的心思，不想工作就离婚。不想工作。说什么事？爷爷让我来找你谈西部项目的后续安排。西部工作是你自己谈，后续发展你自己跟进就好。出去。还有你，不想工作你就……你答应过我要治好沈总的，现在说话不算话，这就是你们星球办事的态度呀？说话呀！
宋雪，我一定要把乔之星抢过来，老少我让你跪着求我。穆少，我来这里不是替你来发牢骚的。三天后就是签合同的日期了，到时候我让你把乔之星带过来。这乔之星上次发疯的行为，他会上当的。怎么，沈小姐求着跟我合作，连这点忙都不帮吗？好吧，我要慕容允，你要乔之星，穆少还不清楚什么合作吗？据我所知，你和慕容允已经已婚了，难道婚姻生活不幸福啊？这不关你的事儿，穆少只管答不答应吧。好，不知道沈小姐有什么办法。接下来我会离间他们二人的信任，我需要穆少的配合。喂，爷爷，我已经成功谈下了西部开发区的项目，签合同的日期定在三日后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西部项目后期之下，你找你小叔叔听他安排啊。是。谈的时候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慕容远，怎么了？答应我的事，是不是也该做到了？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最近沈行动很吃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样，好了吗？我在门口等你。沈总，你醒了。乔小姐，沈总，谢谢你救了我。乔小姐要谢我，不如答应我一件事吧。什么事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有一件事特别想问您。为什么在那么紧要的关头，您会选择保护我？我救你，是因为我的女儿。沈愿？不是。是我的亲生女儿，16年以前也是这样的一场车祸，我跟她分散了，等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，所以当时我才会冲了上去，也没想到那么多。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这样人愿意舍弃生命来保护我。乔小姐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报恩总是要的，您说吧。离开慕容远，离开云城。不行。乔小姐，乔小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吧。我的亲生女儿已经不在了，月月虽然是我的养女，可是我养了她十几年，早就已经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乔小姐。妈。妈。乔之星怎么会来这儿？我要避免让他们两个接触。乔之星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沈总救了我，总是要表达感谢的。我不需要你来假好心，你来这里我妈只会不开心，请你走。沈总，这是我的心意，您可能不太能看得上，但是还是要谢谢您。您刚说的条件我不能答应，其他的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妈，
也是他的水果。好，妈不吃，妈都听你的。真没礼貌。不过有人疼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没礼貌吧。乔治星，沈大小姐，有事吗？离我妈远一点，离允哥哥远一点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妈妈不过来找我，让我报答她的恩情，我绝对离她远远的。我可没有什么习惯抢别人的妈妈。至于慕容允吧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，他对人类不感兴趣，找个好男人嫁了吧。我不能失去妈妈的爱，我要阻止他们抢人，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乔之心永远消失。沈小姐，你觉得你把我推下去了，这里有监控，你能跑得掉吗？小姐，你在干什么？王妈，你来干什么？小姐，你如果真的是为了沈总好，就不应该动乔小姐。王妈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答应过我什么？我虽然答应你隐瞒真相，但是我没有答应你伤害乔小姐。希望小姐不要动了伤害乔小姐的念头。毕竟，小姐占了乔小姐十多年来的身份和宠爱，不该这么做。这个慕容允不是说好了在门口等我吗？怎么还不来？慕容允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头有点发烫。发烧了？外星人也会发烧啊？不知道，之前从没发生过。该不会是因为我借了他获得异能，所以他异能才会出现问题，然后抵抗力下降。我带你去医院，走。不用，带我回去休息。放开我！我好累，别动。恭喜穆少呀，成功拿下西部的项目。既然我帮了穆少，那穆少该履行和小女的婚约了吧？不急，订婚的事我会提早安排。我来这里是想请教乔叔叔下一步该怎么扳倒慕容允。说实话，这慕容允这个人实力非常的强，就算是我也未必能撼动他呀。不过只要是人都会有弱点，只要穆少找到他的弱点，要扳倒他还是有机会的。弱点？乔之星。穆少聪明，只要穆少控制了乔之星，我想那慕容允有很多事情都会让步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小叔。不用谢，毕竟我也想要利用你得到研究乔之星身体的秘密。来，哎，穆总已经两天没来公司了，你们说穆总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还真是，穆总还从来没有两天没来公司过呢。哎，要不我们问问沈组长，他是穆总的妻子，肯定知道。沈小姐，今晚就是签合同的日期了，不知道沈小姐想到办法引来乔之星了吗？我想到了，到时候穆少可别让我失望。
上次听到乔之星提过，他还欠妈妈一个温情。如果用妈妈的手机约乔之星见面，乔之星应该会答应。月儿这两天总是发呆，刚才有偷拿我手机，她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？乔小姐，你之前不是说要报我救命之恩吗？我有事需要你的帮忙。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。小姐，你是不是又对乔小姐做了什么？王妈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只是沈家的保姆？小姐，无论我什么身份，我都会提醒。我虽然已经答应帮你隐瞒乔小姐就是夫人亲生女儿的事，但是我没有答应你伤害乔小姐。住嘴！我没有让你帮我害她，可是我看到了，不能坐视不理。小姐，夫人对你那么好，就不能放过夫人唯一的亲生女儿吗？如果夫人知道了，该多伤心啊！你不说我不说，她怎么会知道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妈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要隐瞒的。住口！你太让妈妈失望了。你说，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？是不是做什么伤害乔小姐的事情了？谈事情就谈事情，怎么还要来 KTV 谈？这个沈夫人又憋着什么坏水？怎么是你啊？难道是沈总的阴谋？为了他女儿的终身大事，就可以随意用恩情来陷害我？小星，我们好久没有好好叙叙旧了。我跟你之间有什么旧情可叙？小星，我们好好聊聊好吗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性把话说清楚。如果他真的是慕容云的软肋，那么今晚我要了乔之星之后，慕容云会不会很痛苦呢？小星，我是最不可能伤害你的人，怎么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女人都是很好控制的，只要她成了我的人，才好好调教，还能为了我潜伏在慕容云身边帮我做事。慕容锦，当初是你说的放弃，你现在竟然在酒里动手脚。小星，我真是太喜欢你了。慕容锦，我以前只是觉得你是一个懦弱薄情寡义的人，没想到你这么卑鄙。慕容锦，慕容锦，我们在三个六包厢等你，我倒是看见你进了三个八，敢耍老子找死啊。哟，想先办事再谈事儿啊，独自享用美女那可不行啊。教授，你听我解释。出去滚，别管痛啊。别动，坐。等我们四个享用完这美女再来收拾你。你用我的名义约她去月色干什么？说话。好，你不说我自己去查。哆来咪发嗦啦西。哇，这是谁家的宝宝弹得这么厉害呀？
是我的宝宝呀。妈妈，是不是等我学完这首曲子就有奖励？那当然了，我的宝宝想要天上的星星，妈妈都给你摘下来。让他走，这以后呢，你总会离开慕容云。乔小姐，我女儿想要的男人，我一定会让她如愿以偿的。乔小姐也不必太震惊，月儿是我养女的事，在云城也不是秘密，而我疼她，在云城呢，也人人皆知。乔小姐只需要拿上这笔钱，离开云城，离开慕容云。乔小姐，乔小姐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母亲的人吧，我的亲生女儿已经不在了，月月虽然是我的养女，可是我养了她十几年，早就已经把她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疼爱。乔小姐，我居然强迫她这么多的事，说了这么多伤害她的话，我要怎么弥补我犯下的错？我的女儿，我的宝宝，妈妈不能让你出事。我跟你进去，不管用什么方法把乔治星给我弄出来。爸，借景哥哥的手杀了乔治星，不怕慕容家报复吗？哼，慕容家，慕容请在慕容家算什么东西？外界的人不知道，还以为这个底子有多少权力呢。再说了，进去以后我不管用什么方法，不会让慕容家发现人是我们弄出来的。到时候背锅的是他，毁人的是我们。爸爸，在你心里，我和吉安都没有权力重要吧？啊！小心，小心！没想到慕容云感冒了这么粘人。喂，醒醒，放给我好不好？不要，不行。我们不能再有过多亲密的接触了，要不然你的异能到时候又那个啥。啊！还活着。是时候该报沈总的案情了。我都有慕容羽的异能了，为什么身体还是抵抗不了媚药？难道是因为我是人类的身体？不行，得赶快回去。怎么到他房间来了？回来了。我先回去了，这就把衣服脱了。我们之间的关系有点暧昧了吧？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是夫妻，行夫妻之事最合理不过。可我们是互相为了利益才在一起的。所以你又不想负责任是吧？从我把你接进沈家的那一刻起，你就知道我有个女儿走丢了吧？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？你不知道我找她有多辛苦吗？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，隐瞒她是我女儿的真相？不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糊涂，我只是太害怕失去您了，我嫉妒她，伤害她，也只是为了得到你的爱。
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去死好了，反正我这条命也是您给的。小月，别拦我，反正你都不肯原谅我，不要我了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？小月，妈妈原谅你了。先生，还好有异能，还可以偷听他们说什么。先生，您跟乔小姐是不是行夫妻之实啊？是的，行了夫妻之实。既然是这样，找到允心之后，您还回去吗？当然是要回去的。大渣男。混账东西！要不是我去看小雨，还不知道你背地里干了些什么。爷爷，我只是想和小心说句话。没想到江总他们突然冲进来，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还突然打了起来，把我砸晕过去。你还狡辩？你知不知道乔之星那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？我就知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给你项目都不中用，你给我滚！以后别想着进大项目了，你给我一辈子当个空杆经理吧！爷爷不要，遇事就下跪。我怎么就有你这么个窝囊的孙子？爸，他已经疯了。您这是？或许我已经找到他疯的原因了。是什么？乔之星有问题。爸，你怎么了？婉儿，这次我们一定要活捉乔之星，我要得到他的身体做人体实验。沈总，我是看在您救了我的份上才选择息事宁人的。对不起啊。这副表情又耍什么花招？你那晚有没有受伤啊？你是想问我那晚有没有被玷污吧？没有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你。担心我？你有功夫还是好好去担心一下自己的亲生女儿吧。我觉得她更需要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天没事净想着害人。你再拦着我就喊保安了。小小姐，你不可以这么对夫人说话。那怎样？我还要把她当成我的亲生母亲一样，我善待她吗？对不起，做不到。她就是你。王妈，住嘴！你以为在我面前哭我就原谅你吗？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夫人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她真相呢？她那么恨我。要是让他知道，他恨的是他妈妈，他该多痛苦啊！妈妈让他下楼，应该已经告诉他，他就是妈妈亲生女儿的事了吧？乔之星，别得意的太早，我会把妈妈的爱都抢光。脑子有病就去治，不要找我发疯。你。小星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我现在已经失去妈妈所有的独爱，不能再让乔之星有机会抢走允哥哥。允，穆总，乔之星居然和穆少在上班时间去咖啡厅约会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小星，
你听我说，那天晚上我真的是被迫的，我要是不那么做，乔之星，你竟然为了慕容羽这样对我，敢对我下药，这样已经算轻的了。我就是爱他，又怎样？你终于承认了，我爱他，这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就算我们现在再生气，也不能否认他在我心里的地位。我就是爱他。爸，我们现在就动手吗？现在还不是好时机，看看他身后。慕容羽，难道他对乔之星？所以以后一定要盯紧乔之星，一有机会立马就动手。你一直跟着我呢，这样的你，我怎么能不心动呢？他没听你刚刚说呢，我喜欢你，慕容云。我这个人呢，是个直肠子，心里藏不住话。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就喜欢上你了。就是现在想正式的跟你在一起，可我必须要回去了。一能进来多次发生问题，老爹能不允许我多待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和你在一起。行吧，其实我也就还好了，也没有很想跟你在一起，就是觉得你这个人稍微好像也挺好的。细想一下，好像也没有多好。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这样真的很装？就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。哼，哟，当人小三儿当不成，恼羞成怒了？你敢打我？嘴贱就该打。乔秘书，荷兰不过是不小心撞到你，你何至于打他？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想跟你逼逼赖赖。放开，放开！乔之星，你疯了吧？你敢推穆总夫人，你是不想在穆氏待了吗？真没教养！你想破坏穆总和沈组长的感情，也要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就他那样，穆总也能看得上他？呸！一副狐妹子贱样，比不了沈组长一星半点，还上赶着自取其辱。想当人小三儿，还想破坏人家庭，必遭天谴。乔之星，你真是不要脸呀，真是受够他了，天天往穆总办公室跑。沈组长已经忍了，你现在还动起手来了，怎么现在小三都这么不知羞耻吗？乔之星，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了你要下这么狠的手。我知道你喜欢云哥哥，但你能不能放过我们，让我们好好生活，别再来骚扰我们了。哎呀，上班时间干什么呢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教训小三啊。他不是小三。李助理，你怎么帮着他说话呀？难不成乔之星勾引不到木反倒勾引到你了吧？哎呀，李助理，乔之星这种人，你怎么帮着他说话，不帮我们穆总夫人？你真当穆总不敢责怪你吗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李助理，我不想过于干涉允哥哥的私事，但乔之星一而再再而三地勾引允哥哥，我身为允哥哥的人实在受不了了，请原谅我占用工作时间，好好劝导他。哎，穆
总和沈组长遇上乔之星这种女人真是晦气。人家两个人都已经要结婚了，你还上赶着破坏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吵什么？月穆总，乔之星不知道又发什么疯，又是打贺兰又是推我。穆总，我也是说个公道话吧，沈组长身为您的夫人，他天天在公司欺负他，您不心疼沈组长，我们这几个做员工的可都看不下去了。就是，虽然穆总您和沈组长的感情不会被任何人破坏影响，但是他每天工作时间缠着您，有这种人在公司恶心大家，大家还怎么工作啊？云哥哥，我知道这样的小事不应该麻烦你，你实在承受不住就让他离开公司，离你远远的。终于要收拾乔之星这个贱人了吗？把头转过来。穆总，你看他。谁给你的胆子？这。我已经容忍你很久了，你一直借着我穆氏夫人的身份，一直招摇撞骗，伤害我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不用再来上班了。还有，与你们沈氏集团的合作将一切终止。穆总，您是不是搞错了呀？乔之星怎么可能是您的夫人呢？我自己的老婆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乔之星，她就是我的妻子。什么？总裁夫人竟然不是沈组长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她是我的妻子。你从来没想过要和我结婚吗？我警告你很多次了，是你自己不听话罢了。你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还娶了乔之星？李牧，哎，把他赶出去，其余的你自己看着办。好嘞。沈小姐，请吧。以前我们是被沈月骗了，一直以来上个人当小三的是他，气死了，还害我们被罚，真不要脸。爸爸和姐姐都说你不是外星人的石头，还骂我是笨蛋，他们才是笨蛋。爸，把乔治心绑在家里面不怕被人发现吗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乔立坤，你一直把我绑着，就算我死了你又能得到什么？你死了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心安理得接受那老头留给你的公司和遗产了。乔治心，这是公司的转让合同，赶紧签了他。你先告诉我，爷爷到底是不是被你……就是被我杀的。这老不死的把公司的遗产和财产全部留给了你，死了才好。师父，你丧尽天良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，你别给我机会，要不然我第一个送你下地狱。乔志星，你没有机会了，你的身体将会成为我伟大的实验标本。什么意思啊？哼，别装了，你的身体有一种怪力，能瞬间出现在我的书房又瞬间离开，普通人是做不到的。我相信国外那些老家伙可以对你的身体非常感兴趣。糟了，那班果然还是被他发现了，不能告诉他慕容羽的真实身份。哈哈哈，承认了。乔婉，给他打针运送出国。叔叔，你找谁啊？别过来，别过来。我看谁敢动他。穆中云啊，怎么办？乔总，你怕不是抓错人了吧？拥有怪力的人不是他，而是我。况且这也不是什么怪物，而是星体运用的能量而已。你开什么玩笑啊？乔总，这个玩笑可还喜欢？这个场景怎么这么熟悉啊？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三次。醒了。又是你救了我。是。乔立坤和乔婉已经去自首了，你以后不会再有危险了。
们去自首也是你做的。也没有什么能够报答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不打扰你了。我最讨厌这种行为，请放开。还真是阴魂不散，生着病都要出来找我。你喜欢的不会不是慕容云，是我吧？都是你害的，乔之星，是你毁了我的人生。真相被揭穿了，受不了就过来找我撒野。什么真相？要不是你勾引云哥哥，他怎么会跟你结婚？本来他应该跟我在一起的，都是你从中作梗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自导自演。你们这种反派是不是都是耳聋眼瞎加脑残啊？小心，乔小姐，乔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沈总，你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女儿吧。月儿，不要闹了。我闹？自从你知道她是你的亲生女儿后，你有关心过我吗？就连她抢了我的男人你都不管不顾，我不该闹吗？我妈，把她带回去。我不回去，我要收拾这个贱人。哎，别，小姐，贱人，贱人！他刚刚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他算了，我也不是很想知道。他说的对，你是我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。猜到了一点啊，沈总之前对我的态度和现在差得很大。你猜到了？那你怎么不找你算账是吗？沈总，我一向倒霉惯了，沈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我争不过沈月的，还是保持现状吧。小星，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想过妈妈？十年了，小的时候会想，想我的妈妈到底在哪里，她为什么不来找我，为什么不要我，尤其是我被欺负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还有你在维护沈月的时候。妈妈对不起你，你愿意回到我身边吗？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，我在你身上没有找到安心的感觉，亲情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六岁之间的记忆我都记不起来。对不起沈总。眼泪？我为什么会流眼泪？难道是因为你乔之星？何姓法子？鱼儿，这是我送你的及笄礼。何星法僧为什么会在他这里？难道？沈总，你还是多去关心关心沈月吧，他的精神状态看起来不太好。妈妈，这是陌生的称呼。乔之星啊，送上门的豪门妈妈你不要，你还真是傲气啊。今天什么人都让我碰上了。别太瞧得起自己，乔家已经被端了，唯一最小的还送去了福利院，我才懒得杀你。你不想杀我？不杀你你还不开心了是吧？现在又没有财产可争，没有利益的事我不会出手。那你现在找我想干什么？圆圆年纪还小，我现在这种情况也照顾不了她，你把她收养了吧，不然的话我不介意跟你不死不休。求人就有求人的态度，威胁的话给我少说，我又没说我不收。对了，为了感谢你收养圆圆，给你透露个底儿吧，你要小心一下那个慕容景，他呀之前还找我绑架你和慕容允呢，不过钱不够我没答应。走了。小星，谢谢你再次来找我，不管你原不原谅我，我都要跟你说，之前是我太混蛋，做了伤害你的事，
以后我保证再也不会打扰你了。慕容锦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这个乔姐肯定想了什么招数害你。没有这样的觉悟我就放心了。慕容锦，我们下半辈子都不要再见面了。跟我回家。多谢，我会帮你的。我现在还不想离婚。慕容云，你想干什么？他是不是你的？不是，姐呢？乔之行，你好好说。怎么，要我陪你演，找到前世情人的东西，然后发现我是你前世情人的转世？玩什么替身文学？你这样真的让我觉得你很恶心。告诉你，我不是他，就算我是他，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。乔之星，我喜欢你才不是因为他。放给我。这就是雨欣吗？你要回去了吗？为什么回去之前还要挑拨我？为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。别对我这么冷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想看到你。乔之星，折腾这么久了，你应该也饿了。我下楼去给你买吃的。往哪儿走啊？你敢打老子，有他揍他。怎么还不回来？对了，每次我们完了，他都虚弱的不行，不会晕倒在路上了吧？给我打！打死！血，我怎么会流人类的血？之前这小子一个人单挑我们一群人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现在那么弱了，你们运气好，我还从来没有流过人类的血，这还真是个新奇的体验啊。慕容云，今天你不只会流血，还会丧命。让我丧命你还做不到？还敢嘴硬？给我打！住下！慕容云，看到了吧，这就是你爱的男人，被我打几下就打成这样，别敢打。闭嘴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怎么可能有可乘之机啊？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这是妙管，这是白毛绿光，慕容云！大哥！我说你不是不是要死了吧？都怪慕容锦，要不是他，你也不能有生命危险，先生也不会为了救你而昏迷到现在一年了，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苏醒过来。大姐姐，我刚才看到有飞碟在天空呢，你快去看看。圆圆，别闹了。为什么大人老是不信小孩的话？圆圆，姐姐心情不好，走，我领你看飞碟去。走吧，来。慕容云，我妥协了，
就算你把我当替身，我也再不跟你生气了。以后你爱玩什么文学你就玩什么文学，我都陪你好不好？爷爷，你说躺在房间里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姐姐怎么老是去他房间里哭，他都不肯来哄姐姐啊。他呀是外星人，还是你姐姐老公，你应该叫他姐夫。全叔叔，你跟小孩说这些干什么？你们已经领了证，我说的也没错。怎么办呢？一老一小，还有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，看来这个家没我是不行了。我才不搞什么替身文学，我只搞霸总小娇妻的人生。